这尊出土于陕西岐山的青铜鼎高约一米，重153公斤，周身遍布精美的纹饰。除此之外，鼎的内腹部还刻有291个铭文。经过确认，大鼎诞生于3000年前的周康王时期，是一名叫做禹的贵族为了纪念周康王的封赏而铸造的。自此，这尊巨大的青铜鼎被命名为大禹鼎。鼎是青铜礼器当中最重要的一个东西，因为鼎当然是用于在生活当中是用于做饭用的，做煮肉用的，实际上是一种炊器。当然民以食为天了，它在生活当中的重要也反映它器物的一种重要。因为鼎呢，最后就变成了一个权力的象征，王权的象征。自从1849年出土以后，大禹鼎历经种种颠沛流离，数次易主，直到被当作礼物送给了清末金石大家潘祖印，大鼎内壁上的铭文才得到了全面的解读。禹把自己很引以为很自豪的这个康王给他的赏赐，包括对他的劝告的文辞，全部记在这个鼎上。也他是用这个东西最后也告诉他的祖先他是那么的荣耀。铭文除了详细记录了康王对禹的赏赐外，还多次提到康王的祖先武王励精图治，终于灭掉了殷商的事情。因为咱们知道早期的通过这个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早期的许多文献都被焚毁了，或者说散失了后来呢，咱们现在看到的许多的文献呢，都是后人根据传说整理出来的所以在史实方面有很多的出入金文的价值在什么呢？就在于它是第一手的资料，是当时社会真实现况的一个反应。这个铭文出土之后，就证实了这些记载的正确性，也验证了这个周武王灭商的这一件历史事件的存在，所以这对咱整个咱们研究咱们中国历史作用是非常大的。这个铭文被解读了以后这个鼎就非常的有名当时的许多的金石学家都慕名来上门呢，一睹大禹鼎的这个风采，而且呢，讨要这个大禹鼎的这铭文拓片。当时的这个大禹鼎的铭文拓片，一张都达到了1两白银。更别说这个大鼎的价值了。为了解读出大鼎上的铭文，潘祖印终日逗留在书房中潜心钻研。可就在他醉心于那段3000年前的历史之时，却并未察觉危险已经慢慢地逼近了他的身旁。同治年间的某天，身为军机大臣的潘祖印突然被慈禧罢官，他从此变得郁郁寡欢，得了重病，勉强支持到光绪末年，病情急剧恶化起来。因为潘祖印没有后代所以呢，他就把他在江苏老家的小他14岁的一个弟弟潘祖年叫进京来了，嘱咐后世，也特别嘱咐到，要好好的保护这个大禹鼎。就在潘祖年进京后没多久，潘祖印就去世了。此时的形势迫使潘祖年必须马上做出一个艰难的抉择。潘祖年深知，作为一件举世闻名的青铜重器，很多朝中权贵都对大禹鼎垂涎已久。哥哥在世时因为位高权重，深受皇帝赏识，没人敢打大鼎的主意。
但随着潘祖印的离世，潘家在朝廷中也就没有了依靠，又怎能跟权臣贵胄抗衡呢？最保险的办法就是带着所有藏品回乡避祸。所以呢，他连这个兄长的棺椁啊，再加上他的收藏啊，据说他广他的收藏，他就是装了四船啊，从京杭大运河就运回老家去了。为了完成哥哥保护大禹鼎的嘱托，潘祖年只能尽快离开京城。但他这一走，就真的能够避开所有觊觎的目光吗？苏州是中国最负盛名的古城之一，这里有着悠久的历史和浓厚的文化气息，造就出了许多著名的家族。100年前，以潘祖印、潘祖年兄弟俩为代表的潘家就是其中的一员。为了好好保护大禹鼎，1897年，当潘祖年从北京返回苏州后，就将带回的所有物件都存放在一处僻静的宅邸之中。接下来的日子里，他终日与满屋的青铜器和书画善本为伴，过起了半隐居的生活。此时正值八国联军侵华之前，国内局势一片动荡，守着满屋的宝贝，潘祖年非常担心有人打这些哥哥遗物的主意。为此，他专门定下了谨守护持、绝不示人的家规。有时甚至到了疑神疑鬼的地步。他非常的谨慎，一个是呢密不示人啊，据说他家人啊，他在看这个大禹鼎，他说家人如果是这个经过啊，他都要把这个门缝都要挡严喽。但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即使是再周密的保护，潘家有宝的消息还是不胫而走。不久后，潘府来了一位访客，他是权倾朝野的端方。作为一介书生的潘祖年和端方素无交往，端方为什么会突然登门拜访呢？几句寒暄后，端方就向潘祖年提出，听说潘府藏有天下至宝大禹鼎，自己想要借回家赏玩几天。面对端方的请求，潘祖年却露出了一脸为难的神情。他表示说，大禹鼎早已在搬家过程中丢失，不知道流落到何处去了。遭到拒绝后，端方草草告辞，这让潘祖年惊出了一身冷汗。看来大禹鼎在潘家的消息已经泄露，而这个叫端方的人绝对不会善罢甘休。这个人呢是正白旗，是皇族，首先是皇族，而且呢他对金石学呢也很有研究啊，收藏的青铜器也非常的多啊，而且他的地位不一样，当时呢他是作为这个湖北总督，所以呢他就到过这个潘祖荫的府上啊，要求呢不仅要这个观看大禹鼎，而且呢想收购大禹鼎，当然是被潘祖荫给拒绝了啊。拒绝以后呢，两人呢肯定就是闹得非常的不愉快。潘祖年虽然曾经听哥哥潘祖荫提起过这段往事，但他没有想到端方居然会亲自找到苏州来，
自己是毫无权势的布衣，对方却是一手遮天的权贵，谁赢谁输仅仅是时间问题。就在潘祖年一筹莫展之际，突然传来了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消息。后来就是辛亥革命爆发了，辛亥革命爆发了，这个端方呢，去镇压这个保路运动啊，在四川保路运动，最后被革命党人砍头了。端方之死使笼罩在大禹顶上的阴影意外地得以消散。得知消息的潘祖年盘踞心里多日的大石头也终于落了地，但此时的他没有想到，这一事件仅仅只是一系列危机的开端而已。20世纪的前30年是中国社会最为动荡的时期，从辛亥革命到清朝覆灭，再到军阀混战，震惊海内外的大事一桩接着一桩，令人目不暇接。这一系列变革彻底打破了中国原有的社会结构，王孙贵族之家顷刻间灰飞烟灭。而由这些家族精心收藏的奇珍异宝，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流入市场，中国文物收藏行业迎来了一段诡异的繁盛期。买卖文物换来的高额利润刺激着许多人的神经。虽然潘祖年常年深居简出，低调行事，但是潘祖年的哥哥金石收藏大家潘祖印的名号却还是吸引来了众多不速之客。就在这一天，有人打破了潘家的宁静。他在苏州的时候确实有被盗的这个情况，但是他为了息事宁人啊，被盗也不敢报官。直到1937年7月抗战全面爆发，在这场关系到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战争中，大禹鼎和守护着大鼎的潘家更是遭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凶险。1938年的一天，一伙日本兵突然闯进了潘家。他们不但举着明晃晃的刺刀，竟然还随身携带着一份所谓的藏宝图。苏州沦陷之前，这国民党政府啊，搞过一个展览，文献文物展览，吴中文物文献展览啊。那展览呢，列了很多目录啊。希望这个潘家支持啊，潘家呢找了一些这个不重要的文物啊，这个参展了。但这个目录呢，后来在这个日本人攻陷这个苏州以后呢，他拿到了，拿到以后他知道潘家这是藏有是这个文物啊，国宝啊，所以就进来搜。
日军翻箱倒柜，搜遍了潘宅的每一寸角落。可搜查进行了大半天，除了一些零碎物件外，他们并没有找到目录上标明的文物。最后，日本人只得心有不甘，却又无可奈何地离开。看到日本人离开了自己家，这位年轻的女子稍微松了口气。她叫潘达瑜，是潘祖年的孙媳妇，也是潘家如今的主事人。潘达瑜呢，本姓丁啊，他父亲呢也是当过官啊，当过，但是不是大官啊，但当过县令这一级的官。这个潘祖荫和潘祖年呢，他的后人呢，都是英年早逝，都是英年早逝，所以呢，这个潘达瑜也是好像嫁过来三个月啊，很短的时间。丈夫就去世了啊，所以呢，这个潘祖年在去世的时候呢，就把家庭的这个重担呢、重任呢，就交给了潘达瑜。当潘达瑜看到日军留下来的藏宝图，这位年仅20岁的女子露出了一丝嘲弄的笑容。原来，早在苏州城被日军攻陷之前，她就已经做好了万全的准备。1937年秋天的一个傍晚，几个身影在潘家大院中悄悄地忙碌着。带头的人就是潘达瑜。在他的指挥下，屋子地面正中的方砖被撬开，露出2米见方的一块土地。几个男人轮番上阵，用铁锹向下挖掘，所有人的动作都轻手轻脚。挖掘出的土石或被铺在院中树下演作陪土，或四散在院落东侧的花园中，不留任何痕迹。最终，一个一人来深的土坑被挖了出来，巨大的木箱随即被放入坑中。当时想的方法呢，就是在他居住的这个堂屋地下挖了一个窖把这个大鱼鼎还和这个另一个著名的大客鼎一起装箱埋在地下去了。然后呢，这个又把砖呢恢复地砖恢复，然后又进行了一些这个伪装。原来眼看局势日益紧张，潘达瑜担心战火随时都可能从上海蔓延到苏州来，而家中的收藏数目庞大，不易携带，尤其是大鱼鼎。于是他只得想出了这个办法，希望能够以此让大鼎躲过战火。经过一番精心布置，举世闻名的大鱼鼎被深埋地下，而家中其余的书画古董一部分被潘达瑜藏于隐蔽处，一部分被送到亲戚家保管。1937年11月，苏州沦陷。像潘达瑜预料的那样，日本人果然直扑潘家大宅而来，威逼潘家交出文物。日军前后7次闯到潘家搜查审讯，但潘达瑜一直守口如瓶。大鱼鼎和众多珍贵文物就这样安然躲过了那场灾难。抗战快胜利的时候，潘达瑜后来回了家乡一趟后来发觉自己老宅，特别是埋这个两个大鱼鼎的这个地方，发现这地面塌陷了，
塌陷了，是因为它的这原来的这个包装的箱子呀，被压塌了啊，所以地面塌陷了，所以呢，他又请人呢把这个大禹鼎、大克鼎又挖出来了，挖出来以后就搁到自己的过堂啊，过堂的地方，搁杂物的地方啊，又隐藏起来了。就这样，在这位江南奇女子的精心策划之下，大禹鼎又一次躲过劫难，得以保全。1949年，新中国成立了。第二年夏天，有关部门突然接到了一封从苏州寄来的捐赠信，信中说愿意将自己珍藏多年的文物捐献出来，用作筹备上海博物馆之用。寄信的人就是潘达禹，他所要捐献的是大禹鼎。东南文化部呢，就指示这个上海文管会派人来接收啊，在51年的时候，双方办理了这个交接的手续。在52年，上海博物馆对外展出的时候呢，这个大禹鼎呢就对外展出了。国家当时对潘达禹的这个捐献是有个奖励的啊，奖励了他2000万元啊，但是这个奖金呢，潘达禹呢后来给又捐献给了抗美援朝。捐出大禹鼎后，潘达禹又数次捐出了家中其他文物，仅上海博物馆一地收藏的潘家文物就多达400多件。在今天天安门广场的东侧，是刚刚启用不久的中国国家博物馆，充满传奇色彩的大禹鼎就陈列在这里的古代青铜器艺术展厅。在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风雨雨之后，大禹鼎终于有了归宿。经过历史学家和文物学家的共同努力，学者们从大禹鼎这291个铭文当中解读出了不同寻常的信息。这个铭文来看，它是一个双脸人，画了个眼睛，上面画了一个星，啊，其实，就这个青铜器上，这个德就是这么写的。在中人的观念当中，德就是在人们做事情的时候，要用眼睛看，要用心来想，而且要符合规矩，这就是道德。包括仁义礼智信，实际上都是在道德这种思想光辉照耀下形成的一些具体的一种东西，啊，而这种东西实际上成为咱们整个中华民族文化的核心，也成为咱们最有价值的价值观。面对着雄浑凝重的大鼎，游客们啧啧称奇。大鼎带给我们的，除了3000年前周王朝的神秘和庄严外，更加令人回味的是颠沛国宝背后的冷暖人生。一次失窃引发一场文物大劫难，我国存世最古的山水画卷《游春图》就此下落不明。北平古玩商纷纷赶赴长春旧宝，他们的找寻能否使国宝最终重新现世？敬请收看《颠沛的国宝》第3集《乱世丹青》上集。